刀锋对线左一，有没有不会打左一的朋友扣个一，我看一下直播间里面，觉得左一不好打扣个小一，没事，我教你怎么对线打，看好了，嗯，看好，看好主播是怎么跟他对线的啊，兄弟们，请仔细看，仔细学了。失误了，放早了，再晚一点，他这一波必中我两段 W， 他必死。哎。啊！失误了，操！哎，我他妈 Q 给我自己的闪现打断了，哎呦！我 Q 的过程当中，我脑子灵机一动，这一波想闪现来一个暴击 Q 的。无处可藏。我把自己 Q 了，我这一波。瞎子打野，看一下野区，他这边打蓝红 buff。他没有打，我先把给他红 buff 拿了，先拿红再去杀他，蓝够了，他这一波想过来，哎，什么套路啊 WQRA 漂亮，是不是血赚了，对吧，这个优势，我优势其实我们慢慢打回来就行了，走，机会他就可能就来了呀，机会我就不用交闪了吗，感觉 W QA 提亚马特再接平，漂亮，瞬间就起来了，我好想杀他，真的很想走位 W 大拉刀 A 接点蓝，谁给你勇气跑的，我他妈的一个闪现 Q， 错了哥，错了错了错了，真错了，真错了哥，错了错了，跑不掉了，兄弟们，嗯，少一枪，干不干他？上头了，上头了，这一波我的，怎么一套伤害杀不死他呢？木刃来一个，没事，十级，浪了，有点浪，有点浪，有点浪，这一波我的问题。我感觉他们是属于是什么呢，瞎子骗你技能，然后呢中路杀你，我感觉我亏了，他妈心态坏了，这个就很难打了。900块钱来了，你看，
他们就是车轮战，知道吧？杀了中路来打野，杀了打野中路拿我头。你说这个，你这再搞不可以不赚呢？那玩这个方法。这打野应该围着我打的，说实话。他们活不长了。你的愚忠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赚了1000块钱，赚了。幽默来一个，再来一个长剑。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还是有机会的，这把，这把是真有机会。这把我的，这把怪我，我的问题，这把没有 carry。怪我，这把我的。这把失误太多了，这把太多失误了。哎呀，你死了呀，兄弟。得亏没追啊。游走于刀尖之上。差点输出。哎，漂亮。哎，漂亮。一人来一个，好起来了呀，好起来了，好起来了，来来来，不容给个被动，哎。小伙子过分了啊，想跑，问我同意了没有。好起来了呀，小龙还拿了呀。哎，还来啊，哇，好起来了。漂亮，再翻墙。购物是吧，龙抓手来个。你把手剁了吧，你这个E放的，我靠，是真臭啊，这个E。龙刷手给力，点蓝 W， 偷一波大鸟。赶紧支援波上路，上路搞事情了，搞事情了，搞事情了。
你骂了个 boss， 你不怕死啊你？我翻墙了，我不追了，有点危险，不追了。不行，哎，佐伊是真会跑啊，这佐伊。哦，溜了。哎，有塔算了，不追了。有塔追不了。不能打的呀，这个龙怎么能打的？等一波叶子。大龙，大龙，大龙。没蓝了他，小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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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吗？黑棋来了，有时候不有，刚才我看有谁说主播不能赢是错觉，现在能不能赢了？这位谁哟？你非要看一半就下定结论，你这个人呐，就跟你看那个电影一样啊，看那个悬疑电影，看一遍就知道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。哎呀，我是服了。真有你的啊。电影看一半就知道谁是好人，是不是？你像你妈个魔教中人来了，老弟。溜了。无处可藏。你给我逮到了。小逼崽子，你跑！你干什么呢，哥？你是不是想要秀啊你？啊？他可能确实想要秀我，中央杀戮都做了，这个人。瞎子有机会。溜了，退算了，不推了，不推了啊！不用推了，等一下再推，不用急了。哎，跑不掉了，来不及了。